来，你把猫藏在这里，你有看到吗？它躲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呀，它养得很好哦，好，而且，你跟我都说了嘛，它只是变短。对，它长，因为它要脱皮啊，然后脱皮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得更漂亮。你看得清楚吗？还是爸爸把这个打开给你看一下？我把这个打开，你不要打开啊。它爬了。这只的话，再过不久，它应该就会变成了蝴蝶咯。我们就不要放走它。没有，到时候变成蝴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走它，让它去外面飞啊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要。在里面飞。好，哎，它爬起来了，它爬在这里了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哦。这个是你去公园的凳子抓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。啊？它在转弯，对。它下去。跟你的火车很像啊，长长的，哇，火车一样三节的，对，有解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好好，它是节的，你给你拿着，近一点它看，是节的火车。